大家好，我是高一萱萱。大家好，我是妮可。大家好，我是哈基，我正在吃骨头。我恨不得来炫耀一下。我最讨厌炫耀的人了。赶快说说你要炫耀的是什么事情，看有没有让我讨厌。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还不是我买的。浪漫国度，就是着色书，请看。那你要炫耀什么？我的配色能力哦，好啦，还有我一个好朋友叫雨晴，他也有帮我画一点点。所以你就是要炫耀这个。对，还有其他页。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神耶，神经病，怎么能画出这么如此美丽的东东呢？还有这个，这就只是着色本而已，这只是画一点点而已，大家这只是着色本，很简单，你要画得出那么漂亮的图才那个，这个才厉害。我山画的全部都绿色，但是我还是神啊。你的小手在干嘛？你的小手什么哈？你的山还不都绿色？有什么差别吗？可是你们仔细看哦，这个有层次哦。完全看不出来。好吧，头看不出来。还好吧。炫耀完了吗？还没。还有这个最美丽的一页。你都是什么时候画的？你说。下课时间。你为什么不写功课？那你放松一下。是放松一下。那你有没有把头粘在画册上画？有。没有啊。近视就是这样来的啊，很好啊，一直粘啊，再粘啊，再粘啊。好了，炫耀完了没？骨头被妮可抢走了。炫耀了没？炫耀完了没？可以炫耀一下其他的东西了吗？可以炫耀你有把琴练好，或者是炫耀我有一只很可爱，有三只很可爱的狗狗。那你数学的诶？我第一单元考94分，第二单元考95分，第三单元不对，你的头发那个刘海要不要弄一下？你刘海好像那个咸蛋超人哦。考98分。不是咸蛋超人，动感超人。第四单元我考也98分。真的？你要突然变数学奇才了吗？我没有，在95以下哦。真的吗？为什么那么神奇？有啦，有个94。哦，为什么会变那么神奇？突然变聪明了吗？还是只是假象？你不要月考又变60分哦，提升到100分。这明明就90几分，赶快把你眉毛盖住。好，继续加油啊！炫耀完了吗？炫耀完了。炫耀完了哈 ，OK， 请你炫耀你的球技跟钢琴跟小提琴技，好不好？不要炫耀那个，好无聊，又不是你画的。你这不回答我，讲不出话来了。炫耀你的便当每次都臭掉。好，拜拜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